这环节是不是我的拿手好戏开始了？啊，猜歌的，中华小曲。对，我真的是中华小曲库，只要不是特别冷门的，我曲库都是 OK 的。我最新已经更新到要你管了。哇、哦！杨迪才换，对对对，靠你了，杨迪哥。我们这边就靠迪哥了，真的。OK 的 ，OK 的，都可以。我是那个中华曲库，我那个70年代中期，我就是那个仓库保管员了。哇，太久远了吧？对。那现在呢？行。哎、那你最新的歌更新到哪儿了 ？My Boo My Boo。哦。你会吗？你都不知道？哎呦。My Boo。千玺师兄的。千玺师兄的。啊。那你们都非常厉害呀！那我们立马进行歌名，你演我猜。